是小叮当，今天来玩小卖部最贵和最便宜的你。这个大的有没有很像之前玩过的草莓来了？里面还有一颗大草莓，一定不要是碎冰冰呀！看这个韧性还好，很好戳，吸力很强。把草莓拿出来，透指纹一般吧，这个泥不算是太清透。戳起来那是相当过瘾，再看看它的拉伸性怎么样。诶，不错哦，拉伸不会断，而且捏泡也巨响。起个泡试试，金属奶油花加十分。这个捏泡声我给满分，你们同意吗？再来一次，解压太好玩了。刚刚的泥是10块钱，再来看看这两个1块钱的，这个透指纹比刚刚的好多了。泥的质感也还行，有那么一点拉伸性，但是也是仅此而已了，不能再拉伸的更长。捏起来也没啥声音，再看看另一个，这两块泥除了颜色不一样，其他都是一模一样啊。总之就是没办法玩咯。对拉伸和起泡没有要求的小可爱还是可以的，毕竟这个泥便宜嘛。好啦，今天的每日疑问是，你们校门口的一元泥能起泡吗？在评论区告诉我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